大家好，我是威听。首先恭喜戴志颖两局直落战胜何冰娇。首局开局，戴志颖直接打了一波11-3进入半场。半场后双方得分差距不大，戴志颖打了一波10-9，以21-12拿下首局。第二局开局，戴志颖投掉一波11-1进入半场。半场后戴志颖保持优势复刻首局比分，以21-12拿下比赛。